大家好，我是美联物业菲尼，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性价比最高的豪宅——九龙山，位于丽萍路33号，共973个单位，地基比率约4.16倍。先看看小区的周边环境。全部都是使用1500尺以上的大单位和1亿升的别墅哦，很多的名人富豪也都是住在这里。这里的停车场采用最先进的通风系统，地面刷有环保油漆，就是让你走在停车场这里也不会觉得闷热。好，我们现在就直接由停车场接待大堂进入单位，一进门就感觉到了豪宅的气息，哇哦，好宽敞的接待大堂啊！两边都设有休息区。来到单位的门口，走廊的设计也是非常宽广，两梯两户。今天看的是1538尺的四房双套的一个连工人套尺的单位，由名师设计嘉里建设，楼高3.3米。哇哦，一眼望去，好大的一个客厅呐，光线充足。客厅宽约4.4米，长约8米，方正，容易摆放家私。虽然楼层低，但景观开扬，一推开窗就感觉到一股新鲜空气迎面扑来，听着鸟儿的叫声，仿生置身于世外桃源。这里环境清幽，空气清新，非常适合居住。这是次主卧，长4.5米，房间宽3.3米，放一张2米床，也可以做到三面下床。次卧也设有独立的衣帽间，这是两间小睡房，3.05米乘以2.35米。这是主人房，设有衣帽间、落地玻璃窗，就算放一张2米宽的床，也可以做到三面下床哦。洗手间，这间光线通透，宽三设有淋浴和浴缸，4.6米。现在我们从大门的右手边进入厨房，厨房设有3面工作台，配备米拉大冰箱，完全满足大家庭的生活需要，尽显豪宅气派。工人房也是非常的宽大。这里交通也是很方便的，屋苑配有穿梭巴士，直接到东铁大围站。欢迎有兴趣的朋友拨打我的电话5110-1888预约看房，谢谢。